打你们架势。哎。你说没打完这是放这了。啊，这放几个人肉在几个在了啥呢？这南国的。南国的。哎呀，老大心疼了。这我家不，俺家不。下点没合适。为了下界没长个好。谁我跟你说，这一大哥打你几个有不跟我联系的？那让你联系了是吧？啊，我跟你说，来，坐在路上，看你要出名一下。他本来都是打井几名人，打井这行的。你看咱们这个，您那个一大客人，我得注意。也不干净的活，老让和恁那去了，等等的。那后恁的嘞，那后恁。你占一百块钱呗，行吧？行。啊，这事我你是替我办的。还得等你，不等你？你不等我，我要来呢，不用你喊，我就自动跑来了啊。啊，别的在你也是就是吧，你联系。我在幺三幺，一二三，我都去八九。好，那管。你那十六分也不对，七十分钱。我七十分，你这号太惊艳了，我们十几万了，那乐俺们这过去，过去，过去。过奖，你喜欢能过去啊？什么意思？过去，你那家里给老张干个，给你这我在哪开？我哪开？我钱开。这嘛就，拿的那个桌嘞，搬上来，还在路上吗？嗯嗯，走。没事，他今天只能拿。他早对我一个井叫缺缺没了毛的。今天有点特殊事呢，老哥过去呢。明天去。哎，明天去，明天早晨早去哈。哈哈，对不起。好。明天早晨早去。好，行行，管，明天早晨早到。好，那再见哈。嗯。干过的农民不干这个。嗯。是吧？像你这样有农民，我还不会打井，要干水房吗？这也是那个，没事。他记得跟我的记得不一样，他做的记得跟我这个记得不一样。啊？哎，样式不一样，但是原理也一样。嗯。这每年打几斤的，你这都得两个人呢。俺两人干十七八年了。十七八年了。两人能上洛阳，不要咱两人去。哥，那时间没干了，忙完了这。
太小，你太小了，十来岁。你在哪儿？在手里。搁这吧，好兄弟。你搁这。没拿呢。最深能达多少米？最深我干过六十五米。六十五米啊？嗯。是吧？最深干过六十五。哎呦。这一般话没有咱那轻，这一般话的技术也不行，可是以山多，山很多技术。城里那地里打什么也不行，也是你那边的呗。也是这样的，是这样挤的，但是不是燃的啊？上星上的不是这样，是这样上的，再打你一个，拿袋去。你拿袋子，拿袋子拿袋啊，这个又加入皮链了，叫它不漏水。哎，这个蜜蜂圈。蜜蜂圈。哦，都是那小井面上干的是。啊，对。啊，那里边泥浆什么的。这可嘛呢？这井是嘛的？妈，我这头满几百都是，可能都悬乎了，真的吗？都悬乎，几百已经到山了，你看，你看这到这个什么黄泥浆、黄泥土了，啥都有了。这下好上，辛苦啊！不用辛苦，你转。你把喝了吗？我自己。喝我再问你了吧？哎，我还淘，就是他们来水之前都就一淘，能说啊，是吧？啊，一挖一挖。嗯。搁不上。一挖一挖是吧？我挖呗，还呀，嗯，小呀。小。要不该，不爱喝还喝杯呀？喝杯。嘿嘿。我挖，你挖。对，咱也经卖全国各地哈。哎、嗯。国外了，现在卖到国外。啊。一百米。哈哈哈！这是个名人了。嗯。这
现在都这样。我陪同住这二三年挣的钱。对。就接俺小孩来到这之后挣的钱，一上没挣到。一向没可以。哎，来天庄我李强那家你知道吧？嗯。上天将把地皮卖了。妈。给七五，他不爱盖，卖人。三千五。你要卖多少钱？卖多少钱？我找你。一般和你一样。啊，在他那里干和你一样，他没进完那河来。咱大庆那个十五公里那个叫。你那姑娘有钱，你养什么带板正的？你这哪里都知道你大英的，哎，就是的，哎，听到哪里官员都知道你大英的，你，哎。这不行，那行，还得卖点解脱这是，咱老板子知道吧？够了，俺可不想卖，还得解脱。够了，啊，留点哈密。多产那个哈，啊，多产那个行不行？妈，你光这个开不开？我给他。这个街头多产那个，还用再说吧？嗯，那骨头吧，骨头，骨头，这是那黄米哈。这你也行，嗯，这你也行。黄黄米一般哪有那黄黄米？嗯，托不上，神经热乎那里。哦。新疆那有那，你这边一般没有让你，这你也可。嗯。这天天都和你一样。对啊。嗯。沙层漏水，那使得一米一米就行了。哎，一米它不漏水了，嗯，也不差了。对。你那边，搁新疆那个大井，我看过。那些地来过水了。真有水吧？上。可能有水。你要记那个，它生开变节吧？都用湿水，是放桶里水。先拿桶子行，拿你啥意思？好了，先拿桶子咱们。哎，你别了。哇，这么快呢？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行哈。来了，空上哪里哈？我买不买就扔了。
到啥城了？到啥？这一个到啥？到啥活是不到啥活啊？还是不到啥？下边到啥？起步没现在没到啥活？这上来到啥？不好处理啊。这得干米了。会塌啊？嗯，会塌啊。我喝的粥多成啥弄啊？这不知道。我这头傻子，我就给我脚马上去。不是你给我，你给我不是，你要我弄嘛？开弄嘛？那不行，堵了。他给堵完了，堵了。怎么换头的呀？换这个，这扁头打得快。哦。你养都啥换的都是吃水硬吃的，硬吃的，硬吃了之后，才能换成你养。是你是什么一打换成你养？吃鸡。
还得喝你养啊？这不用喝了，行都抹着，那行我现在喝，现在喝没用。现在硬了就够。就像一次性的也换。对，这是后汉底边有那个雨，才让把你们接。要是不去的话，再接。哎，办灯闸管，配闸管。嗯。路管不用。哈哈，上面可以。来，你喝到。过来，你喝到。过来，上喝到。这回成米浆了。哎，米浆好吧。哎。这回。下雨啊！
俩钢车，是吧？保险证。丢身打三个，打三个，嗯，那人不行。太轻了，应该洗个什么？谁不进去？这是，我这个打挤了，不知道还哪了。到你了，现在。就到你了。你先。嗯，你就抓紧了，你就抓紧。两万，给一万走。走，两万。给你两万啊！走走。不然什么？走走。你哥打得急了，我要没换水。那主要是水厚了，啥温升到底？这一说笑话，这料我啥汤喝啥喝好了。啥厚？说多少米线？你生了，就那几天，就那两天，把煤送醒了哈。哎，你这得转油，转你没用啊你。这你得洗吧，你切更狠。还得抽根啊。这都下管子出水渗刷，你要进去看，我把那个管子给卷起来吧。我怕你开过来是吧？不用，这是水，这是水。嗯，最关键是水冲。我还要把碗子管你。你这弄回去，俺打不出来水还。这弄回去，俺打不出来水呢。不是下雨还能烧火，下雨你没法。那要管到米子上。你熬也行了哈。多少钱？不能不能啊！哎呀，老天爷没啥，也讲一万。不行啊，是吧？哎，不让。都不让这。不看票，那那。但是现在也不能干。这下这下这下，那天那是一天，都在哪里要一会儿了？都是的。但是信息多了，信息多，那天说。
冬天不好走，走不利索。今年干一个来，我走是爬树，往南爬这个，这一天的都爬。咱这现在到处都爬到，就是了。那啥，你下到这种地方到，俺这小菜就不能走，你看自己的家庭在什么来爬？哈哈哈哈哈！真是。他不想跟他爬，就这都不想爬呢。你看俺交通年，那不是人家赶上泥松松的，俺弄那坡盖还能爬呢。对，在人家一般跑不上劲了。转头，我抱不动了，咱就挨灭。啊，你看这是几个沙子？啊，几个大沙子？这不是几个沙子吗？那个顶麦沙带上来的。顶麦带上来的。带来的。你再带点去。我再带过。啊，你再带。啊？你给我带那白的去。我这带上啊。好，来。你看好了。
俺们没俺那好。没俺这属于好穿的。哎。你要那时候他都可以下了。看好好。现在走路。啊？实际那里。是脚啊，我说没黄油。那我们跟那个辛苦刚出来的。我说看，你马上，你马上我看。来看哈。啊，这活先先先先耍，我今天手忙，看你怎么样。带个耍子嘛。有耍子，不是没带。有耍是耍子，就是。以为今天是不上。你师叔的这些人买那个这个，人家给你学是吧？你没带耍，带耍不是生一手。这什么脚啊，那么厉害啊！嗯，踢头嘛，踢头不要冲上我，踢踢了。好，好，踢来，踢来，干！好，好，干！天啊！三姨，你拿回去，拿回去了。这一家关见面。这个在哪里呀？这是抓的都是这样东西，嗯，这样想法啊。嗯，研究。最后张抓，最后张洗顶的，一般画的。哦。你这边楼上写的。是哈。嗯。这碗那里刷水都往哪冲呢？往哪出来？顺着挖就顺着，不是没地淌的，给挖个小门。他自己往下淌。哎，那一挖挖挖，要不搁他不边来。啊，不是，那谁来？我在进井里边去哈。啊，进井上。把那也堵起来，哎，堵那，就那清水源嘛，你。这挖着挖开就行，挖开。就你要不信，别说那慢了，别说那。哪了？石头往下淌呗。我洗头才能在那，那你要弄回你家去，一水了。那没咋黑了，那家伙有点满的了。啊，管须得把水抽出去，然后把脏水打出去。啊，对，打出里边给打完。那里边抽完干净了。里边抽完之后再才能那个看，才能那个。要不你不里边抽完也不管看，那不要洗净的。那你这觉着啊？哎，看这多少？啊？那三块钱那老油的了，三块钱。
三四年。我没看有长西京的，原来他们。那们也积累这个经验嘛。嗯。咱弄出来还是个事儿。这搁里多久了？就是的，搁里还多久？就再加点少，再给点少。搁给剩下的不？搁他这六十米上升，还掉了一些不怕哈？多少来少？有还有二十米了。你打水去？像个经理。等你等这个那地方就能打去。他们再摇不开嘛，你先给下雨下来。好，咱上弄，正眼花弄。好，刷井，洗井。哦，你往到后面胡同。这两间能到底吗？不到底。到底了？这两间了。那一间就让我们到底，每天都是都是个栅栏。现在人都没有，他是网。哎，网络报道了。网络报道了，你这他那边是不是上网的？哎是。那是咱这几天可好看了。那人肯定得自不要上网。那让我一米深。对。只要打出来三层就行了。哎，这井受不了，唯一就是太费劲。
我这往里边蜜汁给抽完了。那你就是早就去世了啊，快两百磅，要不行，再一趟，再一趟。好戏，来了，你那还好戏，来，装着装着。